Apple 和牙医男友赵国祥稳定交往将近4年的时间，7日无预警宣布双喜临门，晒出婚纱照及超音波照，并在文中写下：“从我变成我们，再变成我们家，谢谢我们爱着彼此，走向下个阶段。以后我是人妻，也是妈妈了，好神奇！”照片中有赵国祥背后环抱 Apple， 开心分享宝宝照片，还有一张是两人凶狠地看着镜头，直接比出无名指晒对戒，乍看之下还以为是比中指。差点让网友吓到。而除了留言区刷一排祝福之外，妹妹瑶瑶也抛出一张两人登记结婚的背影照，透露一年前就见证这一刻，现在终于可以从周边朋友的问问地狱解脱了，以后可以硬气的说我姐结婚了。替姐姐隐瞒喜讯一年， Apple 也在底下用笑哭的脸留言辛苦你了。而据经纪人表示， Apple 目前怀孕大概5个多月，婚宴还没规划，粉丝也大大祝福，期待可以看到两人可爱的宝宝诞生。Thank you.